什么恁的破台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对台湾卖声人史茂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浙江台湾南庄好戏阿 J 是女友的便便。今仔日就是要来试食咖喱的店哦。我是咖喱的店。这个频道就是一直在食咖喱，可能是阮西人拢介意食。这西咖喱是毋是足够多的细细包的，一个人份的，一手可以掌握。我先介绍一下你从哪里买的啦。吓，即摆就别讲，别急。这个就是木制的咖喱，这个咖喱包伊方便的所在就是伊唔免煮的，单落去滚水内底就 OK 了。椰奶鲜虾的口味，鸡肉奶油口味，苹果野菜口味，泡两分钟，奶油鸡肉。哎呀，内底有一点啊白，吃肉排。椰奶，啊，这个卡水的，我的手指比例。这是上尾一个另一个青菜，今天是红菜头，看不出来。马铃薯，马铃薯安怎讲？哦，马铃薯，马铃薯。嗯嗯，足咸的，食起听看表现安怎？嗯，哇，虾啊，无好食，怪怪的虾啊。足大诶，像人造虾吗？大大叉叉的。所以是没有虾味吗？还是怎样？没有，没有虾味。那也太虾了吧？太虾了。你把讲奶油鸡肉。甜的较甜，甜到、哦。虽然大家的基底拢是咖喱，但是这个咸，这个甜，食饱。肉排，大块肉排。嗯，普通，这个肉较大较甜，同款。比虾较好食。粉果，好吃嘞。野菜。哦，这个不是咖喱吧？这个是一种酱料。吃不出咖喱味。较甜，较甜。嗯，拢是甜啊。好，哪一个最好吃？这个。真的、喔，就是那个最好吃啊、喔！我还以为会是那个哎、欸。金价被供哦，三个都不好吃啊，可是很贵哎、欸。贵、吗？80几块。就是一个很安全的那个真空包食品啊。嗯。不遐好吃啊。料阁无济，料阁少，还阁贵。食料你袂怀念。拢感觉差几味安尼。换个委婉的说法吧，但是还是要批评。对，换个委婉的说法就是方便取向，吃粗饱。我这嘛就袂饱，领导有餐有地，啊，感觉就讲要吃一个。西瓜这边应该当西瓜嘛，但是还是你们还是要把它吃光。好，我们会被加菜啊，因为一口我的把收些收起了，我无满足的。空虚寂寞，觉得冷。对，知道自己加菜了。好了，我要平反一下啦，这个素食三 A B 我让我去加，熊喝加就是接受哎。OK， 今天你的样品就到这，这个的咖喱就你讲。对，这个的咖喱就是建议大家吼，就是看我吃就好啦。对，太咸了，就是安尼。好，跟你介绍，自己吃自己咯，拜拜。我要订一个那个大的夏威夷鸡肉披萨。